珠江钢管连续四年攞到呢个杰出嘅奖项，其实系有赖我哋企业有一支好团结奋发嘅团队，佢哋不断咁研发新产品，不断咁发展生产，不断咁开拓市场，使到企业不断发展壮大。珠江钢管自上市以嚟，喺番禺呢个基地嘅基础上，我哋开发咗珠海、连云港、江阴、沙特几个大嘅基地，使到我哋嘅规模得到咗好大嘅发展。另外，产品从原来单一嘅油气输送管道，已经发展咗有海洋嘅用管、深海用管、有核电管，又有长嘅打桩管，有海上平台，众多嘅产品。我哋已经跳出咗原来咧一个小小圈子，发展成为咧一个好大嘅领域。我哋规模咧已经系远远超越咗同行业。珠江钢管嘅成功秘诀咧，就系努力咁组建我哋嘅技术队伍，努力咁提升我哋设备嘅先进性，努力咁开发新产品，使到 PC 嘅品牌全世界都認識，使到珠江鋼管成為世界級的鋼管製造商。